退之计。比了解自己更重要。拿命来！全都去死吧！我永不背弃。这种局不用解说，赢就行了。攻天彻地，弓箭手，准备放箭。飞舞，飘忽入神。秉忠贞之志，守清退之计。既是如此，一略。拿命来！雷杀！全都去死吧！仙人之力，昭于世间。木则拆桥，岂能则鸟？铁锁连环，杀！博弈此生，随伤而至，终是无情恨，随痛而至。为仙之道，缥缈莫测。听品寻良计，中正请看明文节。未雨命中注定，有怪兽未难蛮入侵，杀，火杀。下次注意点。将军义无憾，请听我命令。翻过来，不与天齐。取财富值，论能行赏。昭于世间。尔等小儿，也敢来较真？杀！闪！拿些上好的木料来。桃园结义，雪中送炭，胜过雷火上天花。这就是绝对的力量。无中生有，顺手牵线决斗，
吾乃天命之子，无憾内容江山，兵粮寸断，闪电，精挑细选，方能成百年之计。闪，拿些上好的木料来，铁锁连环。火攻，感觉到了新的魂魄。为先之道，缥缈莫测。定品寻良计，忠正汉人节，贤人之力昭于世间。乐不思蜀，凭你也配？换你家统帅出来应战。万箭齐发，将军。乐清听我一闪，故不忧。雪中送炭，未雨绸缪，生命中注定。无憾莲花，神光不灭，仙力不绝。仙福永享，授予天齐。偷工减料，你的要这天下还有谁能阻挡我？感觉到了新的魂魄。乐天之命，故不忧。雪中送炭，主公终生有圣国不锦上添花。九雷杀，感觉到了无灭新的潜力不绝，为先知道，收人钱财，一人消灾，叫你十倍奉还。仙人之力，昭于世间。主播在吗？主播在啊。这个牌局前边我们挺难受的，没办法。火攻，顺手牵羊，铁锁连环，雷杀，闪电，我乃江东小霸王孙伯符。仙人转世，我杀还管埋，一去无返。拖时间有意义吗？司马春华已老，红颜去，尔等小儿也敢来较真，无绝气。九，这就是绝对的力量。九，哎呦哎呦，这把这么激情呀，哇，竟然在短时间之内疯狂互动啊。闪，互动成这样啊。杀，一生征战，无中生有，终可以还是我的。休息了。南蛮入侵，杀杀！我跟你说，司马立大功了。司马把这个戏子互动晕了，戏子忘了拆我的宝物了。我操！原来是因为这个没拆宝物啊！这俩人疯狂逼逼。司马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一顿逼逼戏子晕了，这都没下木马。此情已逝，我靠，此来决绝中之无情，红颜去。司马依旧在输出呀，司马这把输出爆炸呀，我去。过河拆桥，我觉得司马的输出比我都高。此情已逝，红颜去，古来决绝，此恨绵绵，无绝气。哎呀，没想到，你看复盘总是能有惊喜。这把原来是司马的输出导致我们才能赢，不然的话还真赢不了啊。骂人是真有用呀。最经典的我们直播间口头禅死狗不就是诸葛诞创造出来的？诸葛诞一句死狗把借黄盖给喷的呀，把黄盖骂晕了。这一切都灰飞烟灭吧。诸葛诞他妈的一顿输出把忠臣黄盖喷成了反贼。置于死地方能复生，背水一战，无胜必死。山不厌高，嘴遁还是力不厌深，天下归心。嘴遁轮回天生之术，无用之人死。雷杀，
臣愿为世子肝脑涂地。常山赵子龙在此，纵有千军万马，离心则难成大事。诸葛丹那会儿可以去我的 B 站空间啊，我的 B 站空间就叫冰封解说，你们可以搜索我的 B 站空间冰封解说。下午和晚上你们想看我打牌，我又不直播怎么办呢？就去我的空间就行了。必由人定。已经发了200多个视频了，每一期都很精彩。无懈，相信我。下午和晚上可以去哔哩哔哩搜索冰封解说。好，我打在屏幕上。无中生有。将神为何物而弃死，有冰封解说而是。你一搜你就知道了。诸葛诞那是哪一期？酒火杀，你看一下啊，稍等哈、啊，我直接告诉你是哪一期，你就好找了。龙身诸葛诞，万箭齐发，无懈可击。第166，闪。你就直接百度搜索也行，百度搜索166。此应虚，定能回天转日。唯有死战，安能言降？府兵朱卓起长沙，列宗直取江东，列宗将我大吴，快哉快哉！封其应子，正其时也。你说我这把是咋赢的呢？闪，这把还能赢？今夕一别，不知何真牛逼这把，顺手牵羊，碰一下就死。随便碰一下火攻啊，铁锁属性杀九，
成败在此一举，杀！孙家天下，孙家兵行于世，成就千秋，等路在天下，定能回天转日。以无魂魄保佑，大军横扫之处，无不臣服。九，杀！斩！张辽失落地说：“输了的貂蝉、李现。”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貂蝉瞬间回来，点燃了反贼的希望。反贼们觉得这太好打了，这他妈的离魂借刀黑杀一刀，游戏结束，离魂直接离魂。列祖列宗，赐我力量，保我大吴，驰骋疆场，快哉快哉！不诛此贼三族，则吾死不瞑目。过河拆桥，请等且去讨贼，快去快回。支付宝到账50元，闪。啊，这肯定是收钱了，但收的不是我的钱哈。拿来吧，可能是孙坚给他打钱了，但这把的确不是我打的钱。五谷丰登，无中生有，杀！此刻唯有死战，安能言降？孙家天下，孙家兵行于世，成就千秋，当志在天下四方，封其应子，正其时也。以无魂魄保佑大军横扫之处，你看这个逼还说以无魂魄保佑无儿之基业，杀！我真是日下了，你就不能选一个什么荀攸啊啥的，直接 A 起来？选这么个逼玩意儿，火攻将军，这些都赏给妾身好不好吗？善守千阳，这些人家不喜欢吗？还给你吧。雷杀，离魂想好好玩了，但为时已晚了。哼，没想到吧，一切都晚了。顺手牵羊，杀！真的没想到，桃园结义无懈可击，列祖列宗逞江山，我力量快哉，保我大哉！陆逊好窝囊呀！请等且去。陆逊20分钟抓牌丢牌，千间有礼，这个游戏体验也是差到爆了，就什么都做不了，好不容易能打到主公了。孙家兵，此等就是在天下地方回天转任，然后被冰封斩杀了。绝望的貂蝉直接投降了。以无魂魄，哎，你可别说话了，死狗，死狗奸，他妈的！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兄弟们，明天再见，各位拜拜。Wish you'll never get pleasure.